收拾好了，开始做卫生。临走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啊，我儿子回来好糟蹋呀，小孩不怎么打扫卫生，锻炼锻炼吧。我先给他收拾好。冰箱、水液给买好了，都是黑盖的。他本身也爱喝无糖的，有茶，有无糖可乐，还有这个元气，喜欢喝啥就喝啥吧。这还有酸奶。外面下雨了，我就不去我妈那吃饭了，点点外卖吧。饺子，这是临走吃饺子，北方传统，上车的饺子，下车的面嘛。发发酒，开始吃饺子。舅舅越喝越有啊。早晨本来打算想再吃一碗豆腐脑油条，结果不巧啊，下雨了，再有一个小时就走了，一会儿车来接，再继续收拾收拾，打扫打扫吧。收拾，刚才我把地又拖了一遍，现在丢垃圾，就这点垃圾丢了，一会儿等着车来接了。收拾好了，出发，希望这次一切都顺利吧。走，走了，拼车去大兴。到机场了，到飞机场了，飞机晚点了，晚点一个小时吧，差不多。上车过后，闵行，喜马拉雅飞行。第二件行李。哦，过了安检了，过了安检了，然后还有边检，反正不着急，慢慢的吧，一会儿下去逛一圈，看看都有啥。出境了，7月22日大兴机场。这个旅游真的是还没有完全开放，人真的少，太少了。到了，晚点了，晚点了，本来应该3:30左右就飞的，没有多少人好像。大兴机场里面还有一个小园子，挺好，中国园，对的，挺好挺好啊，非常漂亮。溜达了一圈，免税店也没发现也没啥可买，除了香水就化妆品，烟呢也没啥意思，自己带了3-4条烟也够抽的，酒也没有买，还是乖乖等着检票吧，买点喝的吃的吧。我看这个，介绍这个飞机上好像没有吃的，没有饭，可能给点小吃，买点吃的。登机时间应该是2:40，现在多少了？现在3:46，晚了一小时了，还没开始登机呢，延误挺严重，希望飞得快一点吧，准时到最好。终于开始更新了，
四点，四点登机。西航的飞机登机了，终于，预计四点半起飞，晚点了一小时，整整一小时。以前应该是三点半飞。听听吧，西航。中国人可以免费在这待五个月，到时候可以办商务签。看看我的箱子，看着有点年头了。下着雨啊，下着雨，出不去，等一下吧。打上车了，出发。老高说接我，没用。我说啊，在博卡拉等着吧，来回跑啥呀？刚回博卡拉没几天，而且博卡拉是。太熟了，老板出去了，告诉我把这个卡号放在这儿，每次来加州都住他家，还有电梯，环境也挺好。到了，就是太潮了，开空调，排排味儿，挺干净的。本来安排今天晚上有酒局。结果我这个航班晚了两个小时，就只能改在明天了。没办法，航班延误。吃一碗我爱吃的热干面，来个小凉菜。